啊，向大会报告，今天签到出席议员已达法定开会额数，现在请主席张议长宣布开会。卢市长、杨副市长、四五个机关首长、本会议员同仁、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现在开始开会。宣读确认上次会议记录，台中市议会第三届第二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8月9日星期五11:04，主席宣告开会。一、宣读确认第一次会议记录，决议修正后备查，修正事项：一、报告市政府来函，即宣读议案交付审查；二、台中市政府108年7月9日辅授主一字第108/015/7978号函，简送本补108年度总预算4至6月动支第二预备金明细表及办理情形表各一份，敬请备查。决议修正为：除观光旅游局2018台湾元宵灯会创意纸铜玩采购案仲裁案71万89元暂不予备查；四、观光旅游局将调查报告送本会全体议员后再予处理，其余备查。二、报告人民请愿案决议修正为：请法字第001/004号案，本会第三届程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因涉及本会开会相关办法修正，由本会法规研究室研议办理，而后召开议员生活座谈会后再行报告及讨论。以上四案不成案，其余三案成案，纳入议程，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二、专案报告。一、2020台湾灯会筹办专案报告；二、市政府防治登革热疫情专案报告；三、山海环线及捷运绿线延伸金补库交通部审查进度及经费补助专案报告。提出询问议员施志昌、陈正显、冉凌轩、杨振中、谢明元、李忠、邱树珍、李荣宏、陈成天、林德宇、李天生、江兆国、张玉燕、张静芬、张耀忠、赖家维、黄守达、刘世洲、罗廷伟、林奇峰等议员。建议事项：2020台湾灯会筹办专案报告。一、请市政府妥善规划2020台湾灯会主副展区场地周边之停车场、接驳站与接驳车路线，以确保灯会期间交通顺畅，并降低活动带来的交通冲击。另于灯会展期结束后，将可供典藏之花灯提供相关单位典藏与再利用，以符合环保永续价值。二、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筹办预算出估约新台币5亿元，交通部目前仅核定补助600万元及循例分摊1200万元，与需求总经费相差悬殊，请市政府于8月12日上午9时前送细项资料给本会全体议员公参，另请市政府积极持续提报计划，积极争取相关部会补助，同时寻求善用民间资源，以创造市府及合作单位之最大效益，并带动观光产值，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市政府防治登革热疫情专案报告。有关登革热疫情，本市今年截止目前既有境外移入个案病例41例，市政府应加强各项防治工作，相关单位应定期调查病媒蚊监测，发现病媒蚊指数偏高时，应及时进行滋生源清除工作，同时加强学校、公园、菜果园等场所之防治，并落实防疫教育，以创造健康城市。山海环线及捷运绿线延伸金补库交通部审查进度及经费补助专案报告。一、有关大台中山海环线，请市政府持续配合交通部审议作业，以加速核定本计划，并建请市政府全力争取中央比照台中都会区铁路高架捷运化计划，成功到追分双轨化工程，由中央专案全额补助经费。二、捷运绿线延伸案，请市政府尽速完成报告书修正后报请交通部审查，以利计划早日核定，并请中央比照捷运绿线补助比例，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共创中央地方双赢。
散会14:32以上。各位议员有没有问题？请张昌宇议员发言。代表主席、议长、副议长以及市长、副市长所各角色的主管，我正先请教吼，咱环保局吼，环保局，咱代理旱期操作许可当时到期。报告一做哈，是七月，我讲是讲七月底到期，按今麦来。七月初期啦，七月底。是。哇，你拢无咧迄落，包括网络都得去哇。是。对吧？啊，现在到这样会当做。嘿，因为今麦咧办展演，啊，我咧审查中间，嘿。好，你咧请坐啦。好，谢谢。市长，你讲代理的空污吼，上严重是代理啦哈。啊，市长换人，空气。什么时阵啊换新啦？因为你竞选的时间足重要，就是你的总部嘛是代理。今啊，咱全国吼医疗废弃物总共有7间，咱台中市点进两间，吼、哦，包括阮现任的里长，现任的里长马惠生来敲的，吼、哦，现任的诶土地公的主委马惠生来敲，包括咱的议员吼，伊马惠生来。我那边死10几个人以上啊，吼、哦！因为伫人口密集的所在，绝对无适合，无适合，吼、哦！会当讲麻烦市长，咱即个操作时刻，会当咱来处理，是毋是？卖要做，互因做岗位，吼、哦！因为反正操作时刻就期到吼，即、哦、个要发是毋是？要搁互伊操作，台中电厂，吼、哦、烧。煤炭的吼、哦、是公用事业吼、哦，咱花费老百姓的钱吼，即、哦、款呢，咱就不要冻掉。是安那旱期，医疗废弃物的分类是私人企业嘛，私人赚钱。是安那，咱下要做呢？吼、哦，望市长敢做一个回答，好不好？不过一周哈。我想我呢打击空污吼，这拢是一贯的政策哈。阿妈甲迄个宇宙报告哈，无迄个一贯的政策，阿弟带动电厂，无你操作时可以使无？我即摆咧心，无啦，我今唔是问你，你坐咧啦。我咧心查，你咧心，我咧讲下坡咧哈，咱大地哦下坡咧商业区，路条花条条条条，太平一个瓦斯分装厂嘛下坡咧，沙林政府佫做一个迄个加油站地啊。黑人嘛，下坡到这无人住，这是会死人，包括是人口密集的所在。我无要请你回答啦，你坐落。市长，麻烦者。主席，麻烦市长回答者。报告议员哈，打击空污，改善空污，我们一定强力执行。所以，任何会制造空污的这类场域呢，我们一定严审哈。所以现在在审查中间，那我想我们会采取这个标准。好，时间到啊，请坐，请坐。张议员，请坐。时间到，请坐。请坐，继续。请何敏成议员发言。议员哦，讲的是拢真有道理啦，但听书爱都唔对啊！你这边这样子会议确认尔，啊，刷人伊讲钱有问题，钱有问题，到底是要提案哦？啊，是讲跟他谈只即时执行，啊，议事一定都无即时执行这个项这个物件，所以议长你应该个裁决看是唔是要先案，啊，大家附议啊，要来讨论就来讨论哦，啊，再接续后边的这个议程，安尼唔得丢哦，啊，有结束啦，谢谢。有关第二毕业金被查，观光旅游局2018年中台湾元宵灯会创意紫铜玩采购仲裁案调查报告，
在8月12号已送函各议员参考，大家有没有意见？哦，请江兆国议员。主席上去倒哈，请告捷。哦，上去倒嘛，请告捷。啊，恁议员唔敢无？我都无看诶。你即马咱这张议事录内底写两行嘛、嗯？第一个是调查报告，第二个是灯会的事项资料。咱拢拜托伊8月12日再去9点进行送来。我想要请教你公务局，你安怎送资料诶？再请公安局啊说明。摕去服务处，摕去研究室，摕去议会室，还是摕去大会阮的桌顶？报告主席，报告一座。其实我们在8月12号那一天，由我们同仁亲送。亲送有签收对不？签收多我看一下，我看我办公室相签的。我看我相签的啦，这两份报告相签的，我叫伊明仔载免上班呐、啊。奈无提给我。我问一下我们同仁，到江议员服务处是送给哪位签收，好不好？谢谢。你上服务处。我问一下。我不晓得他们亲送到你的服务处或是办公室。那大会挂机，敢会使安尼才凊彩着？无摕着就无摕着啊。我们确实有送。对啊，应该查一下啊，都无物件是咩啦？以后要注意哦。我那不是以后要注意啦，即摆已经提出来啦，人民都要信的啊，以后再注意。啊，今日刷回了，我搁看敢会付。你就暂停啦，让伊紧来去提啦。报告一座，啊，若无你即摆报嘛，大家桌顶嘛拢应该有啊。报告一座，您桌上那份资料应该是有的。来，我你来变，我徛你边啊，卖讲我甲你查，你来变。哎，局长，你来搬。对呀、啊，你着紧提来，即摆要审，你着赶紧提来。啊，现现无就是无嘛，你伫遐咧争者，主席你甲猜死者啦。以后必须要送到议员手上。好，备查。好，再继续。报告市政府自治规则案。好不好？他都要行。不是你后边啊，要讲要有临时动议的，好不好？哎。临时动议再来，好不好？哎。未啦，你后边你都会先开啊，后边有临时动议的。买了，你这样你这样给乱的啦，吼、哦！后边有临时动议，好不？报告市政府自治规则案，送本次会期既有修正台中市西屯区公所编制表等27案报告案。以上27案。大家有没有意见？啊，那均照委员会处理意见予以备查。好，继续。讨论市政府提案，市政府提案第2号至22号案，计21案。啊，请陈淑华议员发言。保留大会发言前，先请陈淑华议员发言。主席，你已经读到那一案了吗？你从税务第一案你要先读啊。对啊，市府提案啊，现在要先处理观光局的就对了。是不是这样？这案是不是灯会？第五号案。啊，你税一定要市府提案第二号、第一号、第二号都没有读哦，你就直接跳去，你就直接跳到第五案哦。哎呀，这嘛是市府提案呢。你。主席是不是应该要从税务案号第一？我那天保留大会发言前先给你。
对啦，那安尼你嘛爱读嘛，你嘛爱读。迄、那个第一号案是照案通过，过来第二运动局这案是啥物审查意见？安尼一案一案来。照程序进行，好不好？他进来卖龙尾时间。哎，以往没有那内容呢。念一遍，念一遍。台中市政府提案所有委员会案号二号提案单位运动局，案由未办理本市原清水运动休闲公园新建工程调整计划，名称为清水国民运动中心新建工程，原编列预算沿用及增列经费进行审议审查报告。本案是下次定期会运动局以清水国民运动中心新建工程编列预算并调整计划名称一次送委员会审议，附带意见本委员会审查之市政府局处应依第二届第五次临时会议议员提案义都自地024号办理，已经变更的足球运动休闲园区及巨蛋体育馆，请于下次定期会提案补正程序。案号三，都市发展局简送本府您公开标售本市新社区新社国宅四户，中和街三段98号、100号、108号、111号及丰原区社皮国宅两户，一心路232巷8号、一心路226号之市有不动产案，进行审议审查意见修正通过。修正事项清册资料依据108年8月9日府寿都自付之地108-019-0731号函刊物表予以更正。案号四，劳工局简送财团法人台中县劳工福利基金会107年度决算书一份，进行审议审查意见照案通过。案号五，观光旅游局交通部观光局108年度补助本局办理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活动计划案活动，中央补助1800万元，比例5.14%，本府尚需编列配合款3亿3220万元，比例94.86%，合计3亿5020万元整，您请同意全额办理先行垫付，进行审议审查意见委员会多数决通过。陈淑华、谢明元、何温海等议员反对通过，保留大会发言权。附带意见一，请市政府相关局处于大会审查前补充计划及经费明细。二，市政府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活动计划经费垫付案之提出，未减负活动细项及经费细目，不尊重议会监督预算为民负责之职责，应向本委员会及大会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疏忽之手之疏失。案号六，观光旅游局交通部观光局108年度要不然先请陈淑华议员发言。谢谢主席。我想台中市不是没有筹办台湾灯会的经验，但台中市过去就有2次筹办台湾灯会的经验。那么今年咱2020明年的台湾灯会，这是咱市政府家己主动要争取要办的，可是从头到尾没有看到市政府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从一月底确定争取到我看市政府的筹办
这个会议的相关记录。到了五月下旬、五月底，你还在请我们局里面或是我们其他局各单位在送计划。那么一月到四月，请问我们市政府到底在做什么？到底真的准备好、真的积极要来筹办我们的台湾灯会吗？一月到四月到底我们在冲啥？所以我觉得市府应作为而没有作为嘛，很明显就是怠忽职守。而且呢，市政府现在还借口说那时候拄到过年，然后又要筹办花博，所以来不及。这样子不是很明显的你在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足吗？而且现在我们中央补助款1800万，跟我们台中市3.3亿，既然全部要用这个垫付款来办理，我想垫付款跟追加减预算当然同样都会送议会，但是这其中编列预算审查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垫付款是说议会咱现在有一条中央补助款，拜托你先给我用，但是追加减预算才有实质的对内容做审查。其实过去本会嘛一直针对垫付款的部分在提出质疑，都一直希望市政府要把垫付款要并同追加减送到议会来做审查。那么朱县给那里起建户1800万的垫付中央补助款只占 5% 的比例，那其他还有 95% 3.3亿。现在既然要用1800万 5% 中央补助款的比例，你要来偷渡 95% 的3.3亿，这样子合理吗？有尊重议会吗？同时本会也要求观光局要提出相关的明细表，结果有送来吗？从八月初开程序委员会到现在，包括在委员会要求他送来，所以本席认为应该再来请谢明言议员发言。好的，主席好，我倒看局长，你说你有上一个灯台湾灯会的活动计划说明资料及经费明细表哈。我给你翻了一下，没有明细表，你知道吗？你只有概算表。小组会有提过，昨天吧，有一个概算表，一个明细表。你现在是，我看到竟然是概算表，没有明细表，你知道吗？啊，没有送嘛？怎么会说有送？你看一下，你这份是概算表。我们议会同仁要看的是看你的明细，因为你的概算写得很含糊、很笼统。甚至重复，甚至有一些不需要的你也编下去。我那上回我就提过，执展期这12个字就涵盖9550万，执展期灯期整体规划及布灯，你就9550万。我算一下12个字，9500万，就这样带过，那不对吧？我们再看锦荷包审查预算不是这样审的，所以应该你要把详细的拿出来。那天我在小组有拿到你和你们送的，这叫做明细表，明细在这里，而不是那一张概算表，是不是？你要补画一下，如果来得及给议会同仁一个人一份。还有你里面哈，我看你有空格零零的，你里面有一些格子是零零的，是代表什么意思？是不做或者还没有争取到哦，或者空格，所以有零零的也有空白的，我也看不出来你里面有没有注明说我零零代表什么意思，空格没有金额是代表什么意思，都要想清楚嘛，对不对？其实哈、哦，你可能第一次办了、啊，但是台中市有办过，不是没有办过，你应该截取以前办过的经验，经费到多少，当然场地不一样，你要场地在获利的话你可以节省很多开销，但是你会增加接驳交通接驳的问题出现。我看了一下，你关于交通运输接驳适应的部分，1800万，1880万，占总经费5.7，这样够吗？还有你
短短的16天，你要容纳1500万的人进去。哦，这1500万是你们市府规划的，交通适应接驳非常重要。你这1800万可以处理吗？你要从新路路，从台中车站盖各个区要接送，我想你的接驳车、公车、游览车可能络绎不绝不断，你怎么可能1800万过呢？你要容纳1500万的人到达主登区再获利，我这里没有说明嘛，哈、哦。还有就是说，你这是为了时效便宜行事嘛？你用电万就提交那么多钱，就大家我们现在不同意。好，时间到，再来请何文海议员发言。啊，感谢主席啊，大家老早。咱这个灯会吼，当然咱啊，卢市长伊动算要啊，包括希望要做较济工作，我拢支持啦吼。啊，当然是咱屏东办完了，正月二月已经，咱市长已经去谈讲，本来中华爱办，咱台中市只要气魄，我要办，我也支持啦。啊，当然是机会到即马已经8月，6个月时间啦。你就讲时间未赴，所以用电路案。所以我就讲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讲今仔日的电路案使我啊，中央补助1800万。今仔阮唔是讲我恁做工过，我恁支持啦。问题是讲迄、那个天数一直咧讲时间未赴，所以用电路。我唔知影讲2月就知影讲咱要办啊，咱人拖到要办，为什么拖到现在？都讲未赴咯，用电路案才会赴咯。啊！若九月份用最佳简历算，讲未有，我唔知道到底咱是6个月时间，咱所有的各科室在准备的时阵，为什么动作那么慢，那么效率那么不好啦？包括阮小组咧先预算啊，有啦，有负责的概算啦、啊，概算吼、哦，3亿外的概算，就是讲啊，主灯啦、副灯啦，所有的一个概算表而已。我咧请教咱的主计哦，我们的处长。这个概算啊，概算表啊，在我们的预算法来讲啊，我们的结算啊，怎么结算？你有没有胆敢的？哎，没啊，我是讲也主灯高千瓦万，这种模明细表加一个，我们主灯就要花了9000多万，对不？啊，到时要结算，你们胆敢的？哦，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说反对你们做啊做灯会，对不？希望你做我好。啊，这天数的部分，明细表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在小组叫我们的局长要送明细表？为什么没有明细表？都有概算表。所以今仔个阮主张是安尼尔啦。我想请主席裁定，是不是讲叫伊9月份再搁打对家的部分送出来，明细表啊送，那我都没有明细啊，我们怎么审？在小组的时候是要求他拿出来，后来也拿出来了，啊，今仔个无去啊。没有明细表啊！我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一个程序，我们议会有义务监督市府啊，每一项的啊项目明细啊，我们的预算花在刀口上，不然你浪费了吧？不是反对你们做办灯会嘛？所以打卖国徽哈，不是要反对你们做灯会哦。所以我就讲，包括我们的局长，这个透露6个月说公北湖是不是要？已经要求他。好，时间到，再来请，张建辉议员发言。好，主席啊，市长啊，大家好哈，各位议员同仁，我要在这边我要讲，我想台湾灯会在台中应该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事情哈。啊，我们这个灯会的经费呢，在我们分组审查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啊、也是通过的。那我们三位议员表达不同的意见，这个应该我们市政府这边呢要去做详细的说明哈。啊，另外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的经费还不确定的话，对于我们所有撤部展的时间一定会延宕到哈。那我在这边。可能大家会质疑说，市议会在这几个月之中到底他们有没有在做事情？
那我这边我有一个表哈。这个表哈，这个表就是他们在作业所有的流程表。我想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到哈啊，希望呢我们大家去看到，要把这个表呢，他们不是没有工作，有在工作，因为一月三十一号才去申请到，那二月刚好是我们的过年，刚好是我们的过年哈。那三月四月呢，我们的花博也还在进行中，所以一直以来他们的都是工作单位都很积极在做这种事哈。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哈，因为有许多的流程，而且中央跟我们市政府这方面呢，或许有一些不能沟通，或者他们的看法呢是什么看法，我们搞不懂的。那我在这里我要讲，中央要来我们后里森林园区这边，他们说要来办主灯，那他们现在想把那个地方化宽化窄，这个应该我们要有拿捏，因为他们到底中央为什么不给地方的钱，为什么不给市政府的钱啊，自己想要来这边画那么大的区域哈，画那么大的区域，我很怀疑中央到底不给台中市政府补助，他到底赚多少钱要在我们那个主灯区啊做啥。那好，我们很希望哦，台中市政府能够针对这个地方呢，把我们这个主灯区呢画在这个地方，嘿，就卡一粒主灯在那就好，和中央政府哈，这个是我们党团这边做建议的哈，我也希望。好，时间到，请坐。无啦，这临时的啦，这不是在咨询嘛？哎，请师傅要尊重一言。请坐，请坐。请公安局局长说明。报告各位一座，这一份资料是八月十二日就已经送达全体议员的手中。那么刚刚对八月十二日，那么刚刚江兆国议员您提到您没有收到资料，我们刚刚有查证，是您服务处的邮秘书有签收，所以这一份的话确实八月十二就送到了，八月十二号就送到了，八月十二号就送到了，谢谢。再来请李天生议员发言。好，谢谢。大家好，我想就灯会的垫付款这一个争议啊，刚刚我跑过去看阿哥拿出来那个说我们的市政府有很认真的在做事情，我甲看起来，你哪有在做？是安怎你的明细无先给阮呢？你提起服务处的是这张公文。是讲这个2018年的中台湾元宵灯会创意紫铜碗的采购仲裁赔偿案哦，你即摆才补一张，这个讲甲你讲的小组甲你讲的讲你要付明细起来，即阵才好运哦。
我要跟您请教的是说，在还没有明细之前，你送这个概算表要求这一个垫付款，主展区灯区整体规划及布灯12个字就要9550万，后来副展区你不要700万，市长你前两天才决定说要在太平主办呢，副展区的700万到底你们的这一个垫付款的细部计划有无？没有啊，你说的这一个部分到底说你主展区的表演节目场地及规划执行要5500万，拍摄哈阿哥多阿公也讲吼，阿恁拢有咧做工课啊，细部拢有啊，无你嘛好阮知影一下。市长，我们不是要阻挡灯会，我们要的只是说尊重我们的议会，把你的细部计划给我们，你不要现在拿给市长看的是说刚刚放在我们桌子上的这个表哈，拍摄是不是我们本党团主张要把这个垫付款案退回哈？因为你没有把细部计划给我们，是不是说把这个细部计划给我们之后，我们才来了解说这里3亿5000万的这一个经费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所以本党团主张这一次的垫付款给予退回哈，希望说主席哈做一个裁示，我们大家看到的哈，你不能够用1800万的中央的补助款来夹带这个3亿2000这个多万的这一个3亿2000多万的这个夹带的这一个垫付款哈，这个好鬼，然后我们在小组跟你要明细，你也没有给我们啊，小组要明细也没有给我们啊，所以本党团哈拒绝背书哈，我们希望说你们要规避审查的话，这是不符合我们整个这个议事的程序，不符合民主国家的一个这个程序哈，希望说。主席，问朱牛哈，退回预算哈，我们来喊哈，退回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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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时间到，休息10分钟。
请各位议员还有我们市府的长官哈、所长就座位啊。请何敏成议员发言。好，多谢主席，市长啊，各级主管啊，各位同仁，每位朋友哈，大家今仔日啦，中原啦，啊，中原袂用讲叫恁是快乐啦吼，这也莫怪怪真济哦，哎呀，快乐袂起来吼。这个即摆在新咱这个第五案吼，啊，观光旅游局的这个店铺案。啊，咱回归问题本质，那是啊新店铺案，吼、哦、店铺案，咱无反对灯会的进行，甚至我要甲卢秀燕市长，你甲你高度肯定，因为你有迄个勇气，敢提起来做，将我唔敢啊办灯会，你敢提起来做。但是话讲到转来，你既然有迄个魄力讲提起来做，你就不能再留子孙。国民党团常常讲，我们林佳龙团队啊，再留子孙，对吧？去年哦，去年讲这团队哦，还佫甲对明明灯会搞啊，嘛是不爱回做灯会挂灯了，啊，怎爱挂灯说无了？今年好来，好啦，我咧讲话，我知影你，我都知影你佫起来背，我甲你讲，妖魔鬼怪足济，来，我你讲。我头拄啊，甲看这个咱的店户案吼，你所有的这个3亿5千万的这个店户案，我嘛看无讲做固定的钱啦，所以你明细爱提起爱提出来吧。这足合理，这都一个400万要做啊做几卡？你甲我讲，对哇？到时你嘛是一个对卡，啊？难道啊议会身兼监督之责，我们不能质疑吗？我们不能要求你们把这个明细拿出来吗？对不对？啊，有的人看起来有的人无啦。他们讲啊，我嘛唔知影我有啊无。嘿，有的上去议这个服务处，啊，服务处公文遮尼大堆，嘛不一定大家拢看啦吼、哦。所以，恁应该爱甲明细提出来，吼、哦、啊唔好吼，家己安尼吼，到时自打嘴巴。你若讲到年底啊，哦，换阮吼以夷制夷，搁学恁啊顶届的这个方式，嘛搁甲恁读，啊安尼大家变啊。台中市就因此而不前进，台中市因此市政推动而受到阻碍，我觉得这个不可取啦，哦，不足取啦。所以哦，在这个时阵，紧叫恁把这个明细提出来，这是合情合理合法哦。希望恁会当听落哦。啊，咱呐哦，无迄个卡称哦，都唔好食迄个泻药，你一概冲个5亿，对不？你叫中央拢给你补助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自己要办这么庞大的这个灯会，你自己本身就要有稍微的盘算，你不是讲哦，当不当的讲啊，说啊叫中央，中央买单，中央要付钱。好。啊，请杨振中议员发言。好，谢谢哈。我想监督市政啊，是议员的职责，本席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讲出来的话要合情合理，还要讲到内行话，不要做议员做到讲外行话。钱不是万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你的钱预算没有确定，没有通过，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发包规划设计，没有规划设计就没有策布展，没有策布展规划设计如何来明细，如何来明细？所以说今天最重要的是赶快把预算通过，市政府才能够规划设计，才能够策布展，才会有预算的明细出来。啊，
那么这一个灯区，中央灯区跟我们市政府的灯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定区域的大小，到底中央要占了三分之二还是要占市政府要占三分之二，现在都还没有确定。没有确定区域的大小，如何来规划设计？所以说各位议员，现在大家不要再吵了，赶快把预算通过。至于用垫付案，垫付案是没有违法的问题，因为中央在7月29号交通部才用一个会议记录确定的1800万，所以说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之下用这一个垫付案，这一个垫付案没有违法。那么没有违法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台中市政府赶快去做事，12月份我们的文心森林公园灯区就要开放了，时间非常的紧迫。大家在那边讲的话要不要负责任，还是说今天我们今天一直都在吵把这一些责任到时候延宕的责任到底是谁，是台中市议会还是台中市政府，我们到时候分不清。那么我刚才听了我们这一个何敏成议员讲的，我觉得好，时间到，再请林汝洲议员发言。主席，我讲话哦，无咧吵哦，谢谢主席哦。啊，大家好啦吼、哦，我相信哦，办一个灯会吼、哦，我所有的同仁哦，绝对是拢赞成的啦吼、哦。但是照细节吼，大家吼、哦、来感动吼、哦，来关心吼、哦，这嘛是身为一个民意代表的责任啦吼、哦。那么，如上台中市要办灯会哦，我相信是嘛是台中市一个喜事吼、哦。本来吼、哦，包括民意代表啦，包括一般民众吼、哦，拢会来祝福，希望讲。这个定位哦，会当甲办啊非常的成功哦，让我们台中市哦亮起来，会当哦，互人看到咱台中市的各种方面哦会进步。那么这个定位哦，这个、预算哦，这届临时会哦，唔是今仔个，我相信唔是今仔个，大家咧关心啦吼。自进前哦到第一天哦，大家都啊各位同仁都拢有提出意见吼、哦。啊是安尼啦吼，垫付案跟追加预算哦，足侪同仁哦。可能哦，对这哦，有一丝仔意见啦吼。但是我相信哦，这是绝对啊，主席长也已经说明哦，绝对是合法的，这毋庸置疑啦。但是主席议长，既然哦，咱议会就是爱负责监督机关哦，是毋是？这个预算哦，大家爱来个通过、个祝福哦，和市政府好去做。但是至于细节方面哦，我相信哦，我希望啦，我们的。啊，观光局林局长哦，在这要按部就班要来做这工作的时阵哦，一定要让所有的议员同仁哦，了解各项的细节方面的各项，恁要安怎来做啦、哦、所以讲哦，主席，本席是直接建议啦吼、哦，这个预算哦，希望讲哦，会当哦通过，但是哦，附带决议啦，附带决议就讲哦，咱今麦十月就去定期大会啊，甚至九月观光局。伊若就这进度要安怎做吼，一定要详详细细吼来甲咱议会报告啦。啊，我希望主席吼，你会当做一个裁决，看要在哪一个时间点吼，因观光局爱将资料详细的资料啦吼，伊要安怎做啦，各方面吼送议会吼来审议。啊，这预算无通过吼，绝对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你无钱嘛，无在做空气啦吼。我希望主席哦，这是本席的意见哦，希望主席哦，会当哦做些采集啊征求吼，大家同意啦吼。谢谢。啊，再一位哦哈，哎、啊，请周永元议员欢迎。好，今天啊，我觉得是市政府陷台中市议会于不义啊。我们刚刚听到许多的议员同仁
都在讲预算案、预算案、预算案，今天就不是预算案，怎么是预算案？垫付案，请问垫付案的法源在哪？我们有主计处的处长在这里，我们有法制室的，我们有这个预算局的。我告诉大家，各级地方政府的垫付处理要点啊，早就在104年12月29号就停止适用了。垫付只是一个惯例，你要处理的那叫预算。今天的垫付啊，中央给了5%啊，你剩下市政府要处理是95%，你要用5块钱去骗台中市议会给你95块钱吗？这不是违法？什么才叫违法？再来，刚刚有某位议员啊讲到说，如果没有过不能办。我们看到今天啊，他写得很清楚啊，第一页这个观光局啊就编了500万用第二预备金，然后我们的教育局也花了784万，然后我们的交通局也已经用430万。这个是有钱可以用啊，这跟垫付款有什么关系？跟垫付案有什么关系？今天跟主席还有我们所有的议会同仁以及在场的媒体朋友要报告的是，这应该是要放在追加减，而不是垫付案。垫付案就算照过去的条例，已经废止停止适用的条例，第5条第二项也是很清楚的讲，要经过议会的审议。所以今天我认为没有一个垫付案，或者我们哪一位局长可以告诉我说有过中央补助5%，地方政府要自己出95%的这种垫付案，如果有的话请局处长举手。你用5%的中央的预算要来骗3亿多空白授权给你，你今天就算拿了再多的明细，坦白讲都不合法，因为这应该是在预算法定预算去处理，或者是追加减预算去处理，怎么会是用垫付案？你用5%的中央的钱要来骗3亿多的钱，这合理吗？这个是台中市议会的耻辱啊，这个是你台中市政府陷我们台中市议会于不义啊。所以本席在这里坚决主张啊，退回这个垫付案。你要提出你就在追加减预算提出，你这里面有写得很清楚，光是我刚刚讲的，包括你光女局，包括你教育局，包括你交通局，都已经用了预备金在处理，也说了可以在追加减预算的时候转正。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间来处理这个垫付案？为什么要用中央的1800万来掩护你台中市政府不知道怎么花的3亿多元？本席主张啊，本席建议啊，退回啊，请主席裁示。不是在台湾都讲一日尔，我请。请多谢。请坐。请蒋公说明。谢谢议长，谢谢周议员的质询哈。没有错，周议员讲的是没有错。我们以往垫付案有以往垫付案的法规，但是这个法规在之前有废止，可是行政院有定新的法规。那新的法规它的全名是各机关单位预算执行要点，这个是在107年12月21号行政院公布的，那上面有很明确的垫付规定。因为垫付案里面就没有比例、没有金额的，因为垫付不是垫付案没有金额比例的规定啦，所以说只要看个案的情况来执行。谢谢。第五案，请市政府于下次大会前提供详细的经费预算表给各议员及本会，其余个案照委员会通过。第二，请市政府主管答复议员时，
应充分尊重议员。唔是恁迄委员会都通过的物件，吼、哦，恁这，吼、哦，请尊重委员会，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啊。请坐。不是我伫，哎，请坐下啦。好，请坐，请坐。全部请坐。好了，那请那个。哎，请那个市政府那个管理局局长说明。哎，请坐下，哎。请坐下。哎，哎，杨议员，请坐下。好、哦，请坐。啊，请管理局。非常谢谢各位议员的支持哈，我想2020台湾灯会哦，大家都非常期待。那我相信有各位议员的支持呢，台中市政府会更有力量哈。有各位当我们的后盾，我们就能够把明年灯会筹办得更好。那现在时程方面的确是比较紧迫了，所以呢，恳请各位议员支持哦，让我们一起把这个台湾灯会哦来好好的把它筹办哦，来把它办得圆满成功哈。谢谢大家。哎，林局长，你那个资料没送，你要跟议员道歉。好了，请坐下呢。哎，请坐啊！哎，不然他怎么讲？哎呀，杨议员，请坐下。啊，请林局长说。哎，杨局长，请坐下，坐下。啊，啊，请坐下。哎，那蔡奇啊，哎，是那个开商会。啊，请林局长。哦，是，那各位议座哦，因为这个筹办的时间哦，确实我们在过程当中，全台中市政府同仁都非常的努力哦，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进度出来。那对于这个细部资料哦，没有及时送达的部分哦，我个人来向各位议员来致歉。那但是呢，还是要请各位议员要能够支持哦，因为我们这个预算垫付案一切都是依法办理，是有法源的。那恳请各位议员来协助跟支持哦，来帮助我们来向中央争取更多的这个经费的补助，因为现在一切都还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所以市府的同仁很努力，也需要各位议员哦来给我们多一点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好好，继续讨论议员提案。
一、民政委员会一名字第001-005号计无案；二、财政经济委员会一财字第001-005号计无案；三、教育文化委员会一教字第001-014号计14案；四、交通地震委员会一交字第001-028号计28案；五、警消环卫委员会一警字第001-010号计10案；六、都发建设水利委员会一都字第001-092号计92案；七、法规委员会一法字第001-002号计2案，共计156案。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经召委员会审查意见通过。哈。多谢。哦，那请杨振中议员发言。啊，那我请教一下哈，我们清水运动中心改成这个清水国民运动中心，那么我要请问，这个预算是几年的预算？几年的预算？来，运动局，这个预算是几年的预算？哦，运动局，这个预算是从几年开始？报告。报易座刚所提的询问，这一次的提案是针对原先从103年编到107年的清水运动公园的2亿的预算，那希望在未来获得到更名同意之后，从109年开始提到这一次定期会的会议进行审议。你知不知道这一笔预算从102年好像就有在编吧？实际上在预算书102年就有在编。好，103年也好，那么也都超过了5年，啊，在预算法里面规定，啊，超过4年的预算没有这一个动支的话，这个预算要重新来的，重新编的，啊，你了解吗？那你现在来更名，有用吗？预算要重审的呢，预算要删掉重审的呢。根据预算法呢，局长，你了不了解？报告一说，这个部分一定会依照预算法的规定来进行预算的筹编。根据预算法哦，啊，预算法我刚刚你去翻一下，超过4年，啊，预算没有执行的话，重新要，哎，重新要审，重新要删掉，删除重新审哦，重新编列哦。这部分也会依照委员会这边的决议。103年到现在也108年，超过5年了。好好，请坐，再来，请，哎，请李立华议员发言。运动局局长，国民运动中心那偌济人口才会使做，你知无？多少人口？是以单一行政区达到10万的人口。15万。十万的人口，那如果以延伸服务的行政区达到15万，我太平区现在要20万啊，15万起跳，我已经规划好的东西到现在无动无静，你现在在紧张啥？15万以上你要先知影跟你讲哦。是，谢谢你做。15万你知无？知道，这个部分知道。是，谢谢。好，继续讨论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案既有请交字第001号、请警字第001号及请都字第001号等3案。大家有没有意见？没，经召委员会审查意见通过。好，继续。三读议案第二三读会，法规案第二读会，市政府提案第一号案。简送修正台中市私有历史建筑群落聚落文化景观地价税及房屋税减征自治条例草案进行审议。各位同仁都有书面资料可参考，就不再逐条朗读。大家有没有意见？那照法规委员会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继续三读。法规案第三读会，市政府提案第一号案，简送修正台中市私有历史建筑聚落文化景观地价税及房屋税减征自治条例草案进行审议。一二读会决议完成三读。继续。临时动议。
请张春宇议员发言。喂。哦，他说关于阮汉奇哈，这个操作许可哈，哦，我麻烦市长哈，卖拍假球啦，你台中电厂都早叫操作许可卖，是安怎？伊只要进来当个信，哦，你若讲啊咯，哎、欸，伊合法的，合法的足济，你拢用不掉的啦，哦，这是真正正严重，无我麻烦卫生局长起来讲者，戴耀新。超过三倍外，我严重，麻烦卫生局长敢做一个说明的。啊，有没有人呼吁？哎，卫生局长，你嘛针对这件戴耀新超过三倍外，对人体有影响无？对，戴耀新最严重的部分是对肝脏的影响，哦，还有皮肤啦这些地方会有很重大的影响。戴耀新的部分。但是空物的话，悬浮微粒啦，还有一些硫化物的话，是对肺部会有很严重的影响。对啊，肺部阮已经，我讲阮现任顶届的里长现任发现到无超过三个月就死，搁一个退休工的组委嘛同款，阮已经死足侪人啊，包括因为是讲，市长，阮是代理人，还搁死足侪，咱要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吗？对吧？你操作四个已经就够啊，你。台中电厂都有知啊，甲操作许可卖互伊啊，是安那？完全小小这私人的呢，私人产、私人钱呢？台中电厂咱要用着电呢，慢市长做这个会当人做一个较明确讲者，市长，主席啊，慢市长敢回答这个啦？不是，这是临时动议的，你看呢？好啦，啊，这针对这件，这都教阮代理，我用紧急动议来讲嘛，啥哩啊？这真正足严重呀！有没有人呼吁？啊，宋市政府研究办理。哦，麻烦市长哈，你针对这件，写好啊，思考啦。代理是十几万人，诶，代理聊天室的人在攻击这件，已经攻击足久个啦。哦。啊，在。无啦，你针对甲台中电厂同款就好啊，伊若过就好过，伊若无过，总莫过。哦，台中电厂比较办理，莫一次两次，好不好？啊，请坐。再来请郑公进议员发言。啊，本席的针对。这个八月七八吼，啊，咱议会议员用无实的录音带吼，啊，攻击本人甲我的主任吼，啊，即马教育局已经来问啊，啊，我嘛有提迄个上纪律委员会吼，啊嘛已经成案啦。教育局市长啊，你听一下，教育局伫八月七日就已经。讲哦，伊申请项目唔是第三分局，是因服务处，所以讲伫八月初二就无准以后，八月初三伊就走去公园办啊。那么咧，八月初三开始，甲周日，要伫脸书，要伫赖族群一直甲阿骂，一直放伊伫议会放个录音带。啊，本身八月初八天就已经提告啊。哦，即马教育局来一个文，讲因的照场所甲本色的服务处人员完全无介入，完全无关系。所以讲咧，我选五届议员，我毋捌看过议会的纪律委员会的成员甲主席是做啥款，啊嘛毋捌针对议员讲叫议员来上纪律委员会，啊这咧。是这么严重的伪造文书，啊！我希望哦，议长裁决，当时要成立纪律委员会来处理这案，甲本色哦，侮辱，甲本色的议员哦，做着无实的录音带的攻击，哦，请议长裁决，当时要成立这个纪律委员会
无啦，结案啦，处理结案啦，哦。议长，你裁决者。啊，请各位议员同仁在议事堂发言时，勿超出议案范围及涉及个人问题，亦会在生活座谈会时，会告知议员在发言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啊啊，再来请何文海议员发言。感谢主席。阮南屯十七公墓吼，迄、那个有主的公墓拢迁掉去啊，即马就一挂无主的。啊，无做诶时阵，即马版面建筑啊，咱诶生命礼仪所吼，啊，伫遮咧啊咧挖掘啦。毋过挖掘诶时阵哦，伊在扣金诶时阵哦，无照天书，清清菜菜，那咧征地咧，你知无？今仔日咧扣无主诶公墓吼，毋是像咧征地呢，我是讲提案啦吼，请市政府啊。尊重无主公墓遐个依法去扣金啦，毋是讲咱咧吞，咱征地共款，哪有这种代志？所以啊，我提案吼，请民政局督导我们的生命礼仪所吼，要照规定办理提案啊，大家呼吁一下哦。好，谢谢。有没有人呼吁？啊，请送市政府研究办理。啊，再来请陈正贤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哦。本席里只有一个临时动议哦，要请咱的市府哦团队，会当是咪指派一位副市长，邀集我们台中市的八位立委，针对我们台湾灯会的补助款，邀请因来甲咱协助，向中央争取预算。我相信。除了共同者以外，三个以外，其他迄五个应该无啥物党派之分，拢是为了咱台中市政府好诶，会当将这個台湾电话办好好势。第二项，而且嘛要要求咱议会发文谴责我们交通部吼，针对咱台湾灯会甲咱延宕，互咱到七月底才收到这个核定的补助函，互咱的整个预算会当遐尼啊慢则来执行。予咱议会今日吵吵闹闹，其实交通部爱负真大责任，而且要求咱议会发文谴责交通部跟交通部观光局。以上。呼吁！呼吁！呼吁！我们议会会研究办理。呼吁的还研究办理呢？呼吁呢？呼吁呢？办理。啊，请邱世珍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市长。我要拜托吼，咱即马咱有发一个吼停水降压这个通知吼，咱为20号开始这个停水吼，有一个有一寡区域吼，46点钟吼。那本身吼接到民众的陈情吼，伊讲咱以往停水上济是12点钟，唔爱46点钟吼。啊，是不是咱会当讲吼，咱伫有停水的所在，咱会当讲较济这个供水区，就是讲我规定点予恁来遐提水。无你讲恁个要停水前6个小时储水，啊你外高储水会当讲储水讲吼46点钟拢有够用，甚至旅馆业者，总共旅馆业者也是菜市啊，吼真个46点钟这无法度生活吼，这无法度供水，是不是这足严重的问题？我们希望经发局。你要求哈、哦，自来水公司因是不是分时段，还是分区哈、哦？当然，这个工程会较派出力，诶，费用反正会较悬哈、哦。但是一定爱安尼做，无46点钟，我看会弄个人仰麻烦。好、哦，所以本身希望讲哈、哦，咱这个做这个要求自来水公司看要安怎来配合哈、哦，一定爱有提供哈、哦，像诶公立人哈、哦，公立又无在里头都红美家呢，美家变贵啊哈，这个一定。一定要提供讲较侪即个供水站，吼，甚至咱的消防局人吼，伊嘛爱来配合即个提供即个水车吼，来予民众来使用。尤其即个像业者吼，像旅馆业者，也是即个在菜市啊，在用户吼，即个啊特别关心、特别注意，好，谢谢。好，有没有人呼吁？好，送市政府办理。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